面对如此的强劲对手，伍思艾将以拿手的母语歌应战，他能否发挥自己的优势击败强敌呢？ 有请资萱老师讲评。真的可以不愧是两个人都很拿手的歌曲。我其实对于那个伍思艾，你今天表现算是我评你唱歌以来今天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次吧。谢谢。有可能是你母语的关系，那里面有很多细致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你如果能够把今天的那个你唱母语的那种细致度转移到。 你在国语歌上面的处理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。你大概就缺这个部分。那Erica 今天很棒，因为整个气氛的掌握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你整个彻底的把那个气氛做出来，而且你音色每个地方的音色处理都很好，你不是只有把它唱出来，你还有照顾到不同的区域里面的音色的那个表情，还有那个呼吸的顺，甚至于连那个收的那种口气。 那个气音你也用得很漂亮，所以两位今天表现都很不错，很不错。谢谢。哎呦，两位都非常的好，到底谁会比较高分？先来看 Erica， 请评审按灯。刘爱丽的演唱《写一首歌》得到的分数是23、24、24分，好，不错的分数了。接下来是伍思艾的《摇电话铃》，请评审按灯。 伍思艾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，很快演唱《亲爱投入》，表现大获。接下来是伍思艾的《摇电话铃》，请评审按灯。伍思艾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3、24、25分。哇，谢谢老师。 这一分的差距好像是在小胖老师的手上。我给伍思艾的确多了 Erica 一分哦。Erica 不是你唱的不好，不要误会。这个歌你其实应该能够很好的驾驭的，因为顺子他有很多 R&B 的唱法。那 R&B 的唱法，我想你应该是很习惯的。可是我并没有听到你这首歌里面的一种松的感觉，它还是要比较松软的，它是很。
它是很 rhythm and blues， 它是有一点点慵懒跟有一点点那种节奏蓝调的感觉。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应该要可以掌握得很好，可是我没有期待到。反而是伍思爱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很拿手的歌曲，他很驾轻就熟，他唱的是很自然的，是听得到这个声音的情感的。我觉得差异是，我这一分的差别是在这里。但是不只是伍思爱，不只是 Erica， 所有选手请注意一件事情哦，你不要以为当艺人就没事哦。你知道林玉群小胖不是他到美国去上了一些 talk show 吗？然后他在他最新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，我说好喜欢，你怎么会选这个？这个是老屁股才听过的歌，就是那个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那首歌，对 Bonnie Taylor， 我就说你怎么会这首歌？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吗？他说他去上一个 Lopez show 啊，脱口秀啊，那个主持人就是制作单位跟他说，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拉丁歌手来，他指明你唱这首，明天就是明天。所以他就是硬练呐、啊，他英文也不好，就是硬背，然后跟他对唱。所以你怎么能去想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唱我拿手的母语歌？没有，你进入演艺圈就是这样子了。所以什么状况你都要准备好去面对，那才叫 pro， 哈 ，professional， 对不对？好，两位美女表现都不错，觉得好开心，我好像一步一步在往上爬。但是可能我觉得到最后比可能分数真的不重要，因为大家都太强了，重要的是要战胜自己的那个。自己心里面障碍，我觉得最重要。中场统计，目前10人参赛，只有4人过关，6人落入试海区，还有10人尚未演出，其中有多位高手还未登场，究竟还会出现怎么样的对战组合呢？